看华尔街大师，我是李欣云。关心到在国际股市回稳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可以发现了，在今天台北股市最后是上涨了41点，收在7893点，成交量呢也是913亿元。虽然说指数最后只有小涨了41点，但很多的散户都很开心，终于不再跌了。那大家也很好奇的就是，连续跌了好几天的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从今天开始展开反弹之路呢？后续投资人又该如何操作？我们请专家告诉我们。节目当中特别为您邀请到是华信投顾资深分析师张大文，大文哥你好。新运好，三立到这边又打开后。好，大文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跌跌涨涨，投资人该如何走？跌跌涨涨，我们就照着跌跌涨涨来做嘛。不就好了吗？所有全国大户筹码的用户，我讲过，你拥有法人力道，法人力道，你的人生是彩色的，很开心啊！股市的多空谁说了算啊？幸运，考考你，谁说了算？大户说了算。没错，大户说了算。不仅股市啊，连台湾的司法，大户说了算的，对不对？鼎鑫、魏银冲，人人喊打。结果呢？魏银冲说没罪就没罪，你要怎么办？好了，那是题外话了。我就告诉你，今天的社会就是很残酷的。你来到股市，你就要遵从大户的力道；法人力道转空，你就是一路向下放空操作；法人力道翻多，你就要向上操作。你不要管他美国崩不崩盘啊！我想今天一开盘，很多人以为要崩盘了。一开盘，美股重挫390点，来，全国都是这样。所有拥有我们法人大户筹码法人力道的全国投资朋友，自己亲眼见证一下。我常常讲，指数操作赚钱的关键在什么？当然你要有明确的方向，还有明确的指令嘛。那真正获利的秘诀是什么？全国投资朋友，获利的秘诀是什么？你要掌握到百点的大转折啊！指数如何赚一倍？来，幸运，指数如何赚一倍？是我先考你，指数一倍是多少点？400点吧，400点，对不对？那指数如何掌握400点的获利？很多人以为一做多就要上看万点，一放空就要崩盘破7000，抱歉，你这样永远赚不到400点。你好好的珍惜它百点的转折，百点的波动，往往两趟就将近倍数的行情啊。两趟的转折你掌握到就将近400点的行情。来，全国都是这样，所有法人力道一起来做见证了。昨天一大早1月7号797法人力道就是一个空，一路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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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杀到7731，多少点？240点。打下来之后呢，有没有看到打下来之后，昨天跌了很多，老师又在恐吓你了，大陆又熔断了啊，又崩盘了，又收市了。美股今天一早又崩390点。来，昨天法人力道电视公开，导播稍微拉近一点。昨天电视公开法人力道怎么样？空方缩脚酝酿反弹呐。昨天下杀，法人力道已经公开呼吁7750附近把握，为什么？向上翻多操作。今天一早。台股跳空大跌，有没有？指数跳空大跌，又回到了怎么样？我们什么地虎线？我说7750把握做多，为什么？法人力道再度翻多，今天一早跳空大跌，再度回撤到7734，法人力道还在多，所以今天一早7750，请全国投资人拉回全力加码。结果呢？今天呢？翻多之后又嘎到了7884，又是多少点？又是130多点。来，导播，短短两天哦，我不要跟你讲两个礼拜哦，从昨天到今天，法人力到昨天7971的空240点，打下来7750把握翻多，今天一早再度加码，嘎到7884，这又130多点。昨天跟今天就两趟，一空一多，两趟的转折多少点？全国投资人又要法人力道又将近要送你一倍的行情，你不要跟我谈多谈空啊！来，指数操作我讲过，多空放两旁，
力道摆中间嘛，你跟紧法人力道的脚步嘛。来，全国投资人，大家自己看看，我们法人力道这一路以来，我们把这两个礼拜以来，两个礼拜的图全部摊给你看了，啊，我们不是这个断章取义，好的拿给你看啊，错的就藏起来。全国投资人，大家看导播这里拉近一点，这在哪一天呢？日期这里都会有，看一下啊，12月28号有没有？12月28号11点多，8369转空，全国投资没有？封关前8369转空，光是一个法人力道转空，有没有看到这一波到底？这杀下来就100多点了，反弹之后8295、8276还是空哦。新春开盘更精彩了，新春开盘第一天，二话不说，来，有吗？我们把它细部分解，来导播，左上角，左上角，哎呀，再拉近一点，再拉近一点，有没有看到？8284新春开盘，新春开盘，第一道指令8284再空。时间麻烦导播这里再照一下，有没有看到？1月4号9点10分呐、啊，多精彩啊！今年新春开盘第一炮8284再空。中国人说新年讨个好吉利，抱歉，来到股市六亲不认的。我们目的就是赚钱嘛，你赚钱就要跟着法人的力道走嘛，不是每天在那边研究啊，明天的多方关键价啊，明天的空方关键价，获利的关键在当下关键点怎么做，怎么切入。每天谈明天，每天注意了，明天多方关键价啊7XXX，空方关键价啊8XXX。每天跟你谈明天，你会有钱吗？新春开盘1月4号一早9点10分，8284就是一个空。来，导播拉远一点，看到没有？法人力道一路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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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杀下来240点啊，多精彩啊！止跌反弹8087再空，前天8084再空，有没有？杀下来又100多点啊！来，昨天。光昨天跟今天就好了，光昨天跟今天就好了，全国投资朋友，光昨天跟今天亲眼见证一下，昨天一早法人力道就是一个空，7979.20，有没有看到？一路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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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力道一路空，杀到了7731，这240点呢，啊，这200多点的行情，昨天法人力道。你有这样的工具送分题啊，昨天跌下来有没有？全市场还迷失在啊，大陆又熔断了，开玩笑，这个崩盘了，对不对？15分钟就崩盘收市了啊。美国今天一早又崩盘390点了，昨天法人力道已经提前预告，法人力道空方已经怎么样缩脚酝酿翻多了啊，有没有看到？是不是昨天？这时间往上照一下，是不是1月7号？1月7号有没有看到？是不是1月7号？在昨天有没有？昨天1月7号12点多，来导播，已经法人力道已经怎样？由空转多。所以今天你为什么要拥有大户筹码这样的操盘工具？为什么要下载大户筹码？因为这样的操盘工具，它才能够及时的帮你掌握到盘中法人大户多空筹码的变化嘛，这才是你要的嘛，不是每天收完盘跟你讨论，跟你谈外资今天又卖多少口咯，外资今天又卖多少亿咯，每天收完盘昨天又在恐吓你大陆又熔断咯，今天一早又跟你报告，我美股又崩盘喽，那永远事后。所以今天你为什么要拥有大户筹码？你为什么要下载大户筹码这样的专业的操盘工具？因为它才是全市场真正可以帮你及时掌握盘中法人大户的筹码的变化嘛。昨天大跌。崩了200多点，昨天盘中你就可以提前预知法人已经怎么样由空转多嘛，这才是你要的讯息嘛，这才是你要的操盘的工具嘛，能够提前事前
就帮你能够掌握预判多空力道的变化，对不对？你不需要等到哦，今天好，坦白讲，今天为什么涨，很多人还搞不清楚，明明美国崩盘呢，是不是啊？但是你拥有法人力道，昨天一早797还是空，崩了240多点之后，昨天跌下来之后，法人力道已经提前跟你预告，在7750这个地方已经怎么样？空方力道、法人力道已经由空翻多，标标准准的多。今天一早虽然再度跳空大跌，还是力守怎么样？法人力道的这条第五线嘛。我讲第五线拉回不破，一切拉回做多嘛。所以今天一早拉回7750，再度加码嘛。一口气嘎到7880，光是这一趟的多又是130多点，全部都没有。光是昨天的空打下来7750，今天早上再加码，还加码两趟的7750，啊，这就130多点的行情。这一来一回，昨天到今天一空一多，法人力道，你只要跟紧法人的脚步，跟紧法人大户力道的脚步嘛。翻空你就一路向下操作嘛，翻多你就一路多，拉回都多。今天早上跳空大跌，拉回还是多，嘎到7880，又是130点。昨天一空一多，两个指令，两趟的转折就是370点了。你把你的软体打开看看，昨天到今天多少个箭头啊？啊，每天箭头5-6个，每天方向5-6个，你怎么可能赚钱呢？方向搞不清楚。每天跟你谈明天多方关键价啊7……空方关键价8……讲了半天，那都是没有用的话。当下即时怎么操作，对不对？当下怎么操作嘛？即时掌握盘中法人筹码的变化嘛？是不是啊？所以希望全国投资者好好的珍惜这样的一个专业操盘的工具。能够真正帮你及时掌握盘中法人大户筹码变化的操盘工具，这才能帮你掌握到致富之道嘛。那现在大户筹码下载啊，不需要你的费用啊，下载不需要花费哦，哈哈，是不是？如何下载啊？欢迎跟我们做个咨询，我们来协助你，好不好？这样专业的工具才是你真正要的嘛，是不是？昨天到今天两趟将近400点的行情。对吧？法人力道转空一路空，最重要，你看到昨天还没有跌之前，是不是可以提前预告多方力道转弱转空之后一路向下操作200多点，大跌之后空方力道缩脚酝酿反弹，把握翻多，到今天又是130点，一目了然，清清楚楚，3岁小孩都看得懂。你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操盘工具，好不好？那如何下载，好不好？大户筹码，好，欢迎，好吧，把握跟我们做个啊瞎询切询，我们来协助你，好不好？那我讲过，指数真正啊，你要创造倍数获利啊，不是一做多就大涨400-500点，一放空就崩400-500点，没有必要。你只要掌握到百点的波动，昨天到今天两趟就要快400点喽，是不是？再来看看这一路以来，从1月6号有没有，是不是再度8048转空？你是不是100多点啊？止跌回升哦，你不要看这一趟的反弹哦。7900到7997，一趟缩脚反弹，这也白点哦。放空跌了140点，翻多又弹了白点。797，对吧？昨天再度转空，毫不客气，又是下杀了240点啊，有没有？昨天一早9:20，对不对？797转空还是避险操作，崩了240点，崩下来以后有没有？告诉你空方力道缩脚酝酿反弹，昨天自己看看，昨天在11:57，大户筹码法人力道出现低档转多，对吧？恐怕你们都还迷失在这个崩盘的这个阴影里面，大户筹码法人力道已经预告酝酿低档翻多，是不是？所以昨天7750，请你反手翻多。好多会员吓得要死，张老师哇崩盘了，跟紧大户力道，好不好？法人，对不对？唯法人是从，唯大户力道，法人力道是从，对不对？大户在
大户一早7971空，你就向下操作，你不要跟大户硬干，对不对？打下来大户在偷偷吃货翻多，所以昨天7750反手翻多11:57。哎，昨天到了12:57，过了一个钟头，指数还在7749，哎，买得到吗？通通买得到，对不对？7750叫你翻多，那再来大户筹码开盘定多空哦。今天一早啊，邱同志，我问你，今天一早你在干什么？你清醒过来了没有？啊，今天早你恐怕还没睡醒哦。今天一早，对不对？星云，今天一早全市场怎么样？还迷失在怎么样？哎，美国崩盘呢，390点呢。来看一下，我们大户筹码一早8:53，大户筹码怎么样？还是多嘛？支撑7750，还是请你做多8:53，7750。到了9:09，台指还在7745啊，过了十几分钟还在7745。今天一早大户筹码还是多，来，为什么？导播，有没有看到？昨天797空下来，是不是200多点？昨天打下来酝酿翻多，有没有？今天一早是不是在这？跳空是不是大跌？有没有看到反而力道？很抱歉，还在多。所以今天跳空大跌拉回，还是要做多7750，还是要加码做多，有没有？还是做多，结果呢？对不对？一路多，一路多，一路多，怎么样？噼里啪啦，哇！好多会员，尤其今天一早参加的，哇！张老师啊，这么开心啊！8:507750，9:30嘎到7884。多久啊？半个钟头，哎，130点，哎，半个钟头130点，一口就是26000，哎，啊，所有今天早上跟着进场操作的，你的薪水是30分钟赚26000，哎，人家现在大学生是一个月赚22K，哎，你30分钟听大户筹码反而力道的话，8:53进场7750，到了9:09通通成交，对不对？到了多少？9:30，有没有看一下？9:34，有没有看到？大户筹码昨天和今天7750的多单，昨天和七天7750多单，今天趁大涨7880附近逢高怎样？获利调节啊！为什么要先卖一趟？哎，我跟你讲啊，下礼拜还是有高点啊。好，我没有说反弹结束啊，但今天上来为什么卖一趟？道理很简单嘛。有会，哎，老师，这是不是？我说不是，不要你全卖。昨天、今天7750连续请你做多两趟，那今天短线半个钟头又是130点，一口26000，你有五口，拜托你卖个两口；你有10口，拜托你卖个5口。赚钱要记得放到你的口袋，那才叫你的钱，懂不懂？留在黑板上，你不要明天礼拜六、礼拜天又搞什么事。现在国际上乱七八糟的事一大堆，啊，有钱拿。我讲过，我们要的就是白点的转折嘛。今天半个钟头30分钟就帮你掌握到百点以上的获利空间，你还不好好的把握，把它拿下来啊？财神爷丢给你，你就把它捡起来嘛，对不对？今天一早听大户筹码反而力道的话，一早7750翻多，对不对？8:53，对不对？到了9:30，这就是130点，30分钟就是一口26000，30分钟就一口26000，哎，啊，5口就10几万呢，哎。你的30分钟的薪水是比人家一个月还多，哎，当然要珍惜啊。所以今天谈上来，当然要懂得获利部分做获利调节动作。那下礼拜拉回来，绝对还有更好的买点。再来看我们当日冲更精彩，当日冲从昨前天7980就是空，昨天7814还是空，你看看崩了200多点。今天一早当日冲，今天一早7755就是一个多，又是送你120多点。来，导播进一下我们电脑，照一下上面啊，没有看到当日冲，有没有看到当日冲？把它点下去啊，把它很温柔的点下去。来看一下，从前天7980就是空，昨天震荡一下7814、781还在空哦，这就200多点啊。来看一下昨天就好了。昨天7811还在空，今天一早是不是跳空大跌？是不是达到7773几？哎，这有80点。今天一早，注意看，今天当日从一早7755就是一个多，是不是送你130点？多开心啊！哈哈，所以赚钱
就说不要烦恼。你今天烦恼，第一搞不清方向，那为什么搞不清方向呢？你没有好的工具，好不好？所以为什么要好好的把握大户筹码？为什么要对吧？下载大户筹码？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操盘工具，对吧？你想要赚钱，你要好好的利用、珍惜啊、哦，这样的一些真正能够帮你及时掌握盘中法人、大户筹码这种多空的变化。今天我们当日冲一早，对不对？一早就是7755，就是一个多。今天一早只有一个指令，没有第二个指令，是不是又100多点送给你啊？赚钱不难，你要有明确的指令，明确多空指令，明确多空方向的操盘工具。你不要一天箭头5-6个，让你自己看着办。很多软体你买回家自己看着办哦。你打电话给老师多空，老师有的回答很妙，你看你想做多做空，很多老师就是这样回答的哦。看你想做多做空啊，啊，我们的指标一天箭头5-6个，那这样怎么赚钱？今天你买一个导航系统，哎，问要怎么走，哎，可以右转也可以左转哦，这样导航系统你赶快丢掉吧，对不对？啊，要有明确的方向，明确指令，好不好？那反而力道昨天跟今天两趟啊，又帮大家掌握到又是将近倍数的行情，好不好？那这样的一个操盘工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把握，好不好？及时帮你掌握盘中大户筹码变化的工具，是真正你需要的操盘工具。那我们先休息，进广告，马上回来。专业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20多年来，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更深远的眼光，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致富专线02-2392-3988，2392-3988。延缓衰老要趁早，极品绿宝藻精王。日盛国际精品原装中心开卖会，来就送现金开运红包，钻石名表名牌包全面一折起标，1克拉到10克拉钻石全部现货供应。1月10号、11号只有2天，新竹卡尔登大饭店某来列酒会。日盛国际精品，延缓衰老要趁早，极品绿宝藻精王。你今天吃了什么？你运动了吗？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多到爆，危言耸听，真假难辨，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不要轻忽小问题，魔鬼藏在细节里。专业顾问团队守护健康大小事。我是雅芳，八八健康有方，让您健康 N 次方。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三立财经台、三立新闻网同步播出。北京对待香港就好似温水煮蛙，到你醒觉的时候几乎已经太迟。台湾的朋友，你们还有自愧，别让今天的香港变成明天的台湾。台湾需要一个对中国从不妥协的政党，政党票请投给10号台联。专业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20多年来，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更深远的眼光，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致富专线02-2392-3988，2392-3988。开车的时候有 Airwave 在手。随时随地让你觉醒一下，亚太电信全国一大网，打遍所有行动门号，统统是网内，聪明打免费缴，办亚太就是聪明事。搭配全国一大网 HTC 手机0元起。好，不只看大盘，我们还要看个股。接下来大文哥继续带我们掌握。好，为什么要下载大户筹码这样的一个操盘工具啊？因为它真正可以帮你及时掌握盘中法人大户筹码的变化，
不是每天盘后啊跟你讲外资又卖多少口啦，外资又卖超多少亿啦，大陆又垄断崩盘啦，那都是事后马后炮，好不好？盘中及时掌握，这才是大户筹码。那现在下载是不需要费用的，好好的把握，好吧？跟我们做个侠询、切询，怎么来一个一个下载？那再来，法人力道是不是啊？当日冲也好，这一波封关前8369法人力道空啊，8295还是空啊，对不对？1月4号新春开盘9:40，8284，很抱歉，新年应该要恭喜，但是既然是空，向下操作毫不客气，240点反弹还是空，对不对？8048还是空。是吧？1月6号尾盘反弹7980，告诉你还在空嘛？那昨天一早797还是空，那没有办法，崩了200多点。但昨天打下来已经预告空方力道开始缩脚翻多，对不对？那昨天7750反手翻多，今天一早美股崩盘7750加码买多，再送你130点。那今天当日冲一早7755就是一个多，也一样送你120多点，好不好？那股票如何掌握倍数的行情？这一波你看看联发科从391转空，260还度转空，今天崩到202啊，对不对？再来大力光3524转空，2330块还在空，法人力道一再出货，不，今天跌到1700多。再来 TPK 200块转空，反弹上来97块再度转空，今天再度破底，是不是跌到60多块了啊？但是宏达电你看没有，40多块转多，涨了快一倍哦，84块再度转空，好不好？再度向下修正。那再来星象从60多80多一路转多，今天还在涨停板，还在创波段的一个高点。那上力也是一样，11块12块向上翻多，今天还在上攻，还是在创波段的高点嘛，是不是？所以操作啊，不要这个自己盲目的做，要有专业的工具。那张老师把30年最好的工具新春福袋送给全国，好不好？投资朋友，那操盘软体、全新笔电加及时的通知，那绝对物超所值，让你把所有专业工具一次补足，一次带回去，一次跟着我们到点来泡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拜拜。